那么如果包括劳务并把那个物价把它剔除掉了以后，那么今年第一季，刚刚讲过，就是主要是因为两岸这个紧张关系啊，所以这个它的增进出口的增加率就是减了很多哦，增幅只有 9.3% 跟 5.7%。 那李登辉总统会追求他的努力，追求他的历史定位，因为他必须要在未来4年做得非常的好啊，所以我想他会相当有魄力的针对两岸关系啊，只要是有利的，我认为他会很简单明快的提出他的想法看法。 政治的一个环境，那么从一个不安定、不确定的一个形态，转变到比较安定、比较确定的一个形态。第二个是中共的文攻武吓，那么做了一个结束，那么而且没有发生它预期的一个效应，那么因而行情在被压抑了一段时间以后，那么会热烈的展开一个所谓国内所谓的一个喷出的一个行情。